谢谢。刚才是我大儿子，郭麒麟，对，跟我徒弟阎鹤祥，哎，很高兴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。哎嘿，那么这谁扒了谁呀？你把我也说在里头了。你看，这就没意思了吧？怎么？他是大儿子，对，我是二儿子，是，我跟他排着呢，是吗？玩笑说玩笑。于老师就是越上岁数了，他越爱争竞，是吧？我争竞出什么来了？我这挺好啊。这次出来从加拿大开始演，是多伦多、温哥华、洛杉矶。今天由于时间的问题，所以说其他地儿什么旧金山什么都没去。往年旧金山呢、纽约啊都去了，芝加哥、芝加盖什么的。也不知道去哪儿好了。就是这今年怎么算着时间也不够。嗯啊，这个最后只有洛杉矶这一站啊。嗯，我挺喜欢这儿，真的。嗯，真的。今儿白天，今天白天他们拉着我出去看房，非让我跟着买房，让我跟着。这是，我真看了几处，还真是挺好的啊。哦，我也没准以后把我那二儿子送这儿上学来。啊。要那儿话就得跟这儿干一德云社了，我跟你说。要有合适的地儿，你们提供一下吧。我觉得能坐个500人左右就最合适，啊，这儿不现实。人家这园子还得干别的，那个秧歌啊，什么舞蹈啊，高跷、旱船、小车会什么的，是吧？那还不如说说相声呢。啊，要是有能坐500观众的合适的地儿，交通便利啊。看看在哪儿合适，你们愿意提供一下就找我，最好不要钱那种吧，是吧？嗯，没有，提前就伤交情了，真的。哎，弄好了，咱们来一替，没事跟着说相声也挺快乐，是是不是啊？这个我们实话实说啊，站时间长了，现在觉得不如小孩们。那这岁数大了，后台聊天们还说了，嗯，哎呀，原来怎么就不觉得累呢？那年轻二十来岁站台上真不知道累，是吧？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。嗯，你包括他媳妇儿都说我。嗯，我媳妇儿又说你什么了？你可不如原来。哎，这怎么非我媳妇儿说呀？这个高峰的媳妇儿也说呀。哦，孙越的媳妇儿，你瞧，好些说相声媳妇儿都这么说我。啊，那我平衡多了。那有什么可平衡的？我怎么还带自个儿翻的？人老不以筋骨为能，爱听相声多听。真有一天我到140岁了，列位啊，就没有这么大气力呢。140啊，就说这意思呗，是吧？啊，比如说真有一天郭德纲140岁了，哦，那要能上台也是个乐趣。那太是个乐趣了。嗯，打台口走到这儿，我不得走个20分钟？走20分钟，站在这儿，观众都有原谅，就慢慢往前蹭呗，是吧？这什么岁数了？就到这儿非得站着先扶住，嗨，能站住就不错。哎，还得喘几下，喘会儿了。我估计那个能原谅，嗯，当然，140是吧？啊，能见个面就不错。咳嗽哈，哦，给大伙儿说相声，哎呀，好开心。你瞧瞧，我都140岁了。这掌声如雷，那了不得了。嗯，这个谢谢你们的支持。那么介绍一下于老师。我也来了呀，在这个盒里头。我都在盒里了，我还跟着凑合什么呀？我今天是纪念于老师去世100周年。哎，好嘛。哎，对，我头好几年就应该死了，合着来亮个相吧。啊，我还要见个面啊。打开盖，但是我不能捧起来。为什么呀？这盒我捧起来就乱套了。怎么呢？我140了，估计得有帕金森。哦，就是要哆嗦了，是吧？这把盒端起来，哎呀嗨，好家伙，你给我挫骨扬灰了。这是这不能举起来。那别拿了，抓一把啊。哦，这一这么见面，就是于老师。嗯，好家伙，还不如给我扬喽呢。嗯，这个，这一盒装不了多少。那是啊，我这一盒演不了几场啊，我这。啊，
怎么办呀、啊？所以说你会影响我的收入。哎，这那有主意没有啊？那好办啊，让我经纪人啊、助理啊，老后边扛一袋水泥就行。这干嘛呀？扬干净了续板盒呗，是吧？好，我就骨灰了，我还掺假呢。其实说一千道一万，这个宗旨就是，身体是最重要的。是，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嗯，趁多少钱，趁多少地，趁十座金山。嗯，到临死的时候就是这一把指甲。这是实话，什么都没有。嗯，可人家不到死的时候他舍不得，他想不开啊。哟，就这一片四十眼石油都是我的。嚯，你走的时候这石油你带走，给你填那坑里不？带不走，我趁满屋的文物，唐伯虎的画如何如何。嗯，没用。是，尤其这存着文物存古董，那你就是一个过客。什么叫过客呀？明朝唐伯虎画一画，嗯，到今天在你手里，你算过吗？中间经过多少人的手？哦，你只是暂时的保存。嗯，除非你死之前给他烧了。嚯，对吧？太糟践东西了，要不然也没用啊，对吧？啊，你这一辈子省吃俭用，一天一顿饭，嗯啊，所有钱都买了文物了，你这一死，你儿子叫一收破烂的进来，50块钱，走走走。哎呀，太败家了，这也，什么都是假的啊啊！功名利禄过眼云烟，都浮云，只有健康是真的，多活吧。我特别在意这，一进后台一瞧，谁那个脸色不好啊，咳嗽干嘛的，该吃吃药，该歇着歇着。嗯，您后台于老师坐那抽烟呢。啊，谦儿感冒了。哎，我抽根烟你就能看出我感冒来，一个鼻子眼冒烟。这观察还真仔细，你这玩意儿。嗯，赶紧吃药。是，怕他着凉。嗯，就怕他们得病。啊，云鹏。嗯，云鹏那年好家伙把我们急坏了。怎么？这儿长一疙瘩。哦，这有个报道，这个有熟悉的知道哈，云鹏。嗯。春晚回来上家聊天跟我说话，哎呦高兴啊！师傅，我上春晚了，还可以理解啊，孩子高兴，都高兴，说话呗。嗯，说着说着，岳云鹏把鞋脱了，好，这一兴奋上沙发了。好家伙，嗯，这一脱鞋呀，啊，我20年的鼻炎好了，这得多刺激啊！这个，郭麒麟坐在边上，隐形眼镜掉下来了，好家伙，辣眼睛，好家伙。我给岳云鹏弄到厕所去了啊，抓着脑袋往马桶里边摁。哎呦，我给你冲走吧。哎，摁了三下没下去，怎么？心说这人这脸比屁股还大。蹬上了一瞧，这儿有一疙瘩。好，感觉那疙瘩挤着呢。嗯，到医院一查，大夫说你赶紧留下吧，啊，马上手术，这个长在这太危险了。哎呦，你看我这个这些徒弟里边，岳云鹏、嗯、心窄。胆儿小，胆儿小，一说要开刀，哇就哭了，吓得好，连河南方言都想起来了。啊，对，想起家乡话。哎，我勒个天爷嘞！嗨，你这个咋办嘞？给他做手术，这个大夫是他河南老乡，同乡人。不要害怕，有我嘞！嗨，那管什么呀？有你管啥用嘞、啊？我是第一次做手术，嗯、啊，你这叫啥话？嗯，谁不是第一次啊？好家伙，这不更瘆得慌了吗？这个，攮了一针麻醉，哦，推手术室做手术，行吗？哎，很成功，哦，苏醒过来这儿都没事，没感觉。你瞧，嗯嗯，嗓子疼，不是这儿开刀，怎么嗓子疼？因为手术的时候好些个护士。啊，太成功了！护士这些姑娘们一鼓掌，嗯，大夫太开心了，嗯，反了个场，把扁条线切了。没听说过，做手术还带返场的呢。好家伙！你说岳云鹏，嗯，说相声这个岁数没有比他玩大的了吧？啊，真是火！你这该得病也得得病，嗯，你包括今儿这主持人，侯爷，刚才看有认识吧？嗯、大脸蛋子啊，侯爷。嗯，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，对，少侯爷，嗯，侯震啊，嗯，侯爷是好人，前些日子也上医院了，哟，怎么回事？咱先说这人可是个好人，哦，不争名，不夺利，不贪财，不好色，嗯，奇懒无比啊，就是有点懒，嗯，有一天德云社要剩一个人，准是他，这为什么呀？懒得造反。连造反都懒，哎呀，就俩爱好，哪俩爱好？第一是好吃东西，哦，喜欢吃。今天台上的话筒本来是四个，哦，怎么着他吃一个呀？
坐后台正骂街呢。骂什么呀？洛杉矶的甘蔗真他妈硬。哎嗨，眼神也不怎么样。没有不吃的，全吃。没有不吃的。哦，哎，第二个爱好说话，喜欢说。嗨，你都不用搭理他。嗯，不用说咱们聊天有一句一句，他不用，不用理，也不用理他。哦，他跟那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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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家伙，说了你脑浆子都沸腾了。自个儿说，前些日子我真烦得不行啊，买张机票给他送到海南去了。哦，那是海边啊。回来一看呢，啊，牙都黑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冲着太阳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自己还说呢，好家伙，扁条线都黑的，张嘴张太大，晒着啊。嗯，好人，哦，这好人前些日子上医院了，这因为什么呀？嗨，嗯，他出去吃饭去，哦，点了个菜，腰果鸡丁，这不是很普通吗？这菜一上来，嗯，侯爷就开始了，说什么？哎，好，啊，这鸡丁好。哎，菜叫腰果鸡丁，嗯，哦，就爱吃腰果鸡丁，对，嗯，腰果一过完油，搁在嘴里一嚼，嘎吱吱嘎吱吱倍儿香，哦，这是倍儿香。哎，鸡丁一过完油，搁在嘴里一嚼，嘎吱吱嘎吱吱倍儿香，这能是一个味儿吗？这个腰果跟鸡丁过完油，搁在嘴里一嚼，嘎吱吱嘎吱吱倍儿香。哎，对，就是一个味儿。但是它这里边不光鸡丁，我发现有肉丁，搁错了。当然，腰果肉丁其实也不寒碜，哦，因为你想这个道理啊，嗯，腰果过完油，搁嘴里嘎吱嘎吱倍儿香。啊，肉丁过完油搁在嘴里嘎吱嘎吱倍儿香，也这样。但为什么点腰果鸡丁没点腰果肉丁呢？对呀，我是觉得腰果鸡丁比腰果肉丁好吃。哦，啊，当然你要全是肉丁也行，你这里有鸡丁有肉丁这不叫话。哦，而且来说要光腰果也行，你这里还花生呢是吧？怎么那么乱呀，啊，这菜里的？嗯，当然花生过完油嘎吱嘎吱也倍儿香。啊，哦，全是花生我也认，这不还松子呢？好家伙，嗯，说了40分钟了啊，就这点事儿啊？世界凝固。啊。饭馆那表都停了，哎呦，后厨也不干活了，嗯，门口断了行人了，啊哈，全听他，这一屋人喘气都困难，嗯，挨着他坐一人，点了一盘牛仔骨，哦，拿这刀要切牛肉，嗯，40分钟没下去，就听哆嗦了都，实在没辙了，拿刀，嗯，奔侯爷这屁股，嗯，住嘴，哎，好家伙，这就下狠手了。他也糊涂，住嘴扎屁股干嘛呀？哎，对对，扎嘴多好啊！啊，嗯，扎侯爷屁股上。嗯，侯爷回头，怎么着？你说这事怨我吗？什么就怨你？我点了腰果鸡丁，还说呀？你就不疼吗？你就又来一遍，还要40分钟，全饭馆的人都蹦起来呀！啊，给他摁在地上，堵着嘴，啊，把刀拔了，嗯，抬到医院去。大夫一瞧屁股上，好家伙，那刀真扎一口子。那可不是，这刀这不行，这窟窿得缝，啊。给侯爷把裤子脱了，大夫拿酒精棉给他擦。哦，擦了15分钟啊，擦这么长时间。侯老师，嗯，都说您爱说话，嗯，以后有说话这功夫，嗯，洗个澡吧。哎，好家伙，这擦泥呢，这是，不是消毒呢？这大黑屁股蛋子，哎，让大夫擦出一小白圈来，这得。嗯，用了8斤半棉花，嚯，还拆褥子，哎呀，算是给侯爷投出来了，哎，干干净净的，哎，侯爷说：“你以为我乐意来啊？啊，有原因啊？有什么原因？我今儿吃饭去了。哎呦，嗯，你猜我点的什么菜？哎，这就要开始，我点了一腰果鸡丁，哎。”就把刚才我说那个又来一遍。好，快2小时了。大夫这汗呢，哗，嗯，啊，也插不上嘴啊。那是 啊， 啊。说完了，大夫，嗯，我这好缝吗？哎，大夫说你要不说话早缝上了。对，净听你的了。大夫一出汗，眼镜掉地上了，哟，啪就碎了啊。大夫这眼镜37000度，嚯，显微镜改的。哎呦，这什么眼神？没有这眼镜就如同没有眼睛一样，那就做不了这手术了，看不见。对呀，那这手术也必须要做。做不了啊。哎，凭感觉做，嗯，这缝针还能凭感觉缝？这个大夫敬业啊，反正屁股上有眼儿就给你缝上呗。啊，没听说过，也看不见，那就摸呀。哦，就是，嚯，好家伙，真不小。哎，这嗨，哎呀，嚯，
就别哼小调了，这其实没拿眼神当回事儿。呀嘴，拿嘴咬啊！这个，看老太太做活都这样，是老太太那样行啊？站起来吧！啊，侯爷站起来。哎，怎么嗓子眼发紧呢？哎，以后您再说话就兜得住底气了。拿手一摸，哎，不行啊！我自个儿带来的，你给缝上来。那可不吗？一摸缝完之后，上面还有蝴蝶结。哎，这蝴蝶结怎么回事？这大夫原来干十字绣的。操，没有的事情。这玩意儿啊，谁想到挨这么一刀啊？我们那儿有一孙悦也住院了。孙悦，大伙儿也熟啊。认识孙悦哈，大胖子。哎，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，那捧哏这，好家伙，400斤那胖子，差不多。他那裤衩要不穿上，你不知道干嘛用的，没型儿。那绣上花就是捉围子，好家伙，还本命年，胖，嗯，大胖子。春节前他闹了一回旋，他怎么了？就是年前冬天下雪那两天啊。哎呦，我冬天。哎，好家伙，一回家他媳妇儿，孙悦，嗯，我给你道喜啊。出什么事儿啊？嫁给你那么些年了，你想当爸爸也没成功，这回行了。哦，啊，咱们有孩子了。嘿，预产期下礼拜三。啊，这孩子是孙悦的吗？这个，不是他的还是你的呀？哎，别瞎说啊！哎，破案了啊！啊，你也下得去手。不是，别胡说。下礼拜三。哦，胖子开心，推开门跑出来了。哎呦，我有孩子啦！高兴，高兴啊！北京第一场雪，这最大那场雪，就是那场雪啊，跑出去了，也不谁堆了个雪人哦，胖子过去，哦，烫，咔，什么腿就折了，踢个雪人至于腿折了吗？雪人啊，啊，堆在消防栓的外头，哎，这是谁这么损呢？这是，哎呀，胖子就歪这儿了，嗯，雪是越下越大，把这胖子就罩上了。歪一层又谁打那儿过？嚯，这雪人堆得好，那是，就是歪了点儿，肩膀歪了，可是鼻子眼儿堆得真好啊，那是，还冒气儿呢，那是，倒是没感冒。半夜一点，嗯，家里人才发现，哦，给胖子抬回去，嗯，扔在炕上化冻，跟打冰箱里拿出来似的。早晨6点这才醒过来，哎呦难受，嗯，浑身一较劲，一翻身掉地上了，嗯，啪啪啪，怎么还弹好几下儿？油太大了，好，至于送到医院去吧。啊，大夫赶紧，孙老师，哎呦，我是没想到的事情啊。啊，什么时候翻的身？嗯，1949年。哎，嗨，谁问你解放那年了？问你什么时候在床上翻身掉地下的？大夫也挺客气啊，这个货摔死都不多，真的。照片子啊，照一片子，一会儿拿片子来了啊，看看啊，嗯，折了啊，嗯，这儿也折了。这是软组织挫伤 啊，这是粉碎性骨，你这儿存了筋了啊？哦，住院吧。那是伤筋动骨100天，最少3个月。得，大夫不行啊。嗯，我媳妇下礼拜三生孩子，得快点。还想这事儿？那你等会儿吧。嗯，10分钟，大夫回来了。啊，看看啊。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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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这么快就好了？我看你那么着急啊。啊，我给你 PS 了一下。对，没听说过。片子上你给 PS， 这伤怎么办呢？这我找他去了。我说孙悦，你要作死啊！啊，那家医院不能去，为什么呀？那是曲艺团的三产。哦，我这帮说相声卖不出票去啊，跟那假装大夫呢，懂啊？好，假装的呀，没弄死你就便宜了。哦，这个事儿找谦儿哥。对，我在这方面熟。北京城医疗口，这是大拿，全是朋友，没有不认识的。多少年的，一说就乐了啊！胖子怎么不跟哥哥说呢？真是，我带你上那边的医院。这边好，这边医院咱有交情。你瞧瞧，我们家好多亲戚都死这儿的。哎，那就别去那儿了，那就。拿3轮车拉着孙胖子奔医院啊！连院长在护士大夫一大帮出来。哎呀，谢谢于老师给我们送猪来了。哎，快看清楚，我师弟那是。哦啊，那个这做手术啊！哎呦，做手术啊！啊，来来来，嗯，收拾，我直接手术室了。这是您的人缘啊！中间过程全免。孙胖子把衣服脱了，放在手术台上。哎，打开了无影灯，专业大夫护士都准备齐了。你瞧瞧，就在手术台边上有一小桌子。这桌子是于老师坐在这儿喝酒。这吴菌是我坐在这儿喝酒。身份，
点一锅子涮锅子，我还涮着呢。旁边小炉子烤串，哎呦，这得多大烟呢？这个你老是坐着看，咔咔，撸这串儿。哎，我倒不在乎。铁签子直冒火星子。哎呀，这我还镶着金牙呢。吃的干净，嗯，来了啊，麻醉师来了。啊，这是必要的。来，打麻醉。是，给胖子呛起来啊。打哪儿知道吗？哪儿？尾椎。啊，对，就是后边的尾巴骨啊。对对对，麻醉师现在尾椎这儿画一圆圈，画圈是写上字儿，嗯，争取打得中。哎，好嘛，感觉他没谱。护士们也拿笔啊，但愿不出医疗事故。好，老天保佑，会有一次成功的。哎呦，我赌300块，就别压住了，这还带下注的呢。这来，嗯，来针，噗，扎一针，行吗？孙胖子这腿下半身没有知觉了。半身麻醉，大夫乐了。好，现在聊聊手术费的事情吧。你们这儿绑票呢是怎么？这下半身麻醉是怕他跑了，合着是？这个提醒，别、啊，这是于老师的朋友。对，我带着，我在这儿呢。于老师是您朋友吗？我告诉他，啊，我就别吃了，我赶紧说话吧。这还喝？是、哎，就是。是哦，哎呀，是，哎，这没这肉香，他这个。啊，那得了，赶紧说，上半身来一针吧。啊，上半身来一针，怎么样了？胖子彻底啊，嗯、啊，睡过去了，全身麻醉、啊，全身麻醉，嗯，消毒。哦，大夫接过刀片来，啊，手术刀啊，是，呲儿一刀，给胖子来大开膛，我开了胸了，嗯，什么毛病？拉完了才问呐。这几个护士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嗯、啊。嗯，腿折了，哎，把大夫气的啊！你不早说啊！他废话，浪费一刀片，好心疼刀片。于老师啊，还添点什么不添了？哎，这不，我添也不添他那里头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嗯，不添了啊！缝，赶紧缝吧！哪儿的事儿去？你招苍蝇了都？你们这玩意儿你们也不说一声啊？又、嗯、弄我一手油，这玩意儿你。不好气，至于吗？啊，这事闹的真是，嗯，哎，好嘛，那大夫又调这医院来了。接腿，赶紧说腿的事儿。把腿接上，嗯，苏醒过来，孙胖子很开心，是吗？谢谢大夫，哦，谢谢院长，谢谢主任，啊、谢谢护士小姐们，啊，你们大伙儿对我，哎，这这个谁给我解释一下？大夫说：“您别那什么，这个你这个腿不是折了吗？啊，这个手术需要从肚子里下去接腿。没听说过，谁信呢？这孙胖子这都不得已才住的医院啊。是我们这还有一个主动上医院的，哟，还有主动上医院的，这人叫高峰。哦，这高老师，我师弟啊，都知道，听相声都知道，德云社高老板、嗯，哎，高峰，心眼窄。哦，他跟这个岳云鹏不一样，他嘀咕。”小嘀咕，你比如他上商场买东西去，嗯，9点开门，他5点就到了，这么早，坐门口等着，嗯，进去逛一天，一直到晚上10点半，保安给他推出来，算拉倒。哦，这一天买一个扣子，逛一天就买一扣子，回去琢磨一宿不对，转天还得退去，呵，这进费，这么个主啊，嗯，老怕死，哦，一天最少医院去2趟，那么惜命，大夫您好，我来了。嚯，好家伙，高老师比我来早啊！来来，请，让进来了。高老师今天打算得点什么病啊？好，这叫什么话呀？您这开玩笑了啊？嗯，那个确实有病，我右手这个食指啊，嗯，骨折了。哟，这手指头怎么折了？嗨，嗯，这个原因我知道。您说说，我这个人呐，啊，强迫症，这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？看着，嗯，嗯。这个不响、哦、那就撅折了啊，这个对自个儿太狠了。你大夫给他缠这手啊，你要有时间去趟精神病院看看、啊、是得去那儿、嗯、走了。嗯，吃完中午饭他又回来了啊。大夫您好，我又来了。这回大夫正吃饭呢。哦，好家伙，你都赶路死我了啊。这好，全是他一人合着。这个您怎么又回来了？嗯、啊、我那个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我聋了，听不见。什么时候事儿、嗯？5-6天了。哦，很严重吗？特别严重。嗯，我说话你听得见吗？听不见。啊、哦，滚蛋！哎，还接着吃饭吧。啊，嗯，不是大夫，我有点不好意思跟您说。跟大夫怕什么呢？你说没事，跟我说、啊，大夫怕什么？嗯，我
听不见，我是有选择性的听不见。有选什么听不见？我听不见自己放屁的声音。哦，这倒也是事儿。来，吃这两片药。哦，这两片药吃完了就能听见了。这两片药吃完了，屁声大。哦，不治上头，治下头，感觉。高峰吃完了，叮当噔啊！好的，真灵，还都不用走，自个儿往前就送啊、嗯，后坐力大。嗯嗯，转天高峰又来了。好，大夫您好。嗯，好，才好，谢谢，你是我们医院最全勤的人啊、哎。今天打算得点什么病？啊，我那个便秘。哦，四五天没去厕所了。呵，你是不是吃那红糖人参了？就别提这，这两事儿不挨着，知道吗？不是啊，大夫，这个真难受，好几天没上厕所了。哦，我给你开两盒那个开塞露吧。啊，这行。两盒开塞露拿走了。嗯，午饭后就回来了。哦，不管用，大夫。是吗？当然。嗯、啊，开塞露是挺好喝。哦，嗯，不灵。废话，你喝了呢，它能灵吗呢？大夫气的。啊，我给你开疗程电钻吧。啊，你这病没法治。啊，你啊，你彻底查查吧。哦，验个尿什么的啊。哦，整体的全身检查完事咱们再说。哦，拿那验尿的杯子啊，站在楼道。嗯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嗯，怎么了？没有尿啊。嗨，这早上起来没喝水呗，正犯愁呢。嗯，来一熟人。谁呀？孙悦的媳妇儿。他干嘛来了？要生孩子嘛。哦，这产检这是。嗯，高峰见着了。高峰，哎，嫂子。嗯，您也来了。哎，这愁眉苦脸怎么了？嗯，没有尿，要验尿。嗨，怎么着？嫂子这儿有？没听说过。你有那是你的，我倒给你。好嘛，这有混着用的吗？这嗨，说相声的娘们还管那个啊、哦？好，真卤。哇、啊，好，来，倒一半。谢谢嫂，哎，嫂子等会儿。嗯，怎么着？这个，嗯，不均。Cheers。对，干杯呀、啊！我再把那锅子端出来，你们涮会儿行吗？大恩不言谢，哎，得了，尿的好长来，不叫事。好，这卖这玩意儿咱有的是啊。行，高峰拿这杯验尿去了。哦，一会儿工夫化验结果出来了。是，高峰，嗯，怀孕。哎，那一点跑不了。站在医院里边，高峰都哭了。是啊，这可怎么弄啊？大夫说我怀孕。是啊，我都恨死于谦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跟我说不会怀孕的呀。这。